广西钦州，网友称咸阳一女孩在出租屋死亡，让他想起此前帮租客修理电灯。那是一个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老房子，床上躺着一名骨瘦如柴的女孩，问她饿不，女孩说不觉得饿，就是头晕下不了床，手机和身份证也丢失了，后面去给她送饭，拍下了这段视频。我上次来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拍了一条视频，就说这里是检察院，这里是政府，远处那个像白宫一样的楼是法院。我就问了一句，这条街得花多少钱，然后这条视频就被限流了，重新拍一条看看今天还会不会啊。是啊，惯着你了，该贴的贴。我操，这不对车他也敢贴吗？啊，最近广发是银行门口啊，不好意思了啊。哎，挺牛逼呀、啊。好、啊，谢谢。干啥？啊，把部队车贴上了。这样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还是给钱吧，要不然你们这个不给钱的，然后那个真的是要命的。虽然说伤的没那么重了嘛，你们是把那个就是你们啊，我该就真的我现在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然后那个刚刚就是说，然后那个完了到医院给钱，你们都不行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把那个收款码拿出来，我给你们钱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这个救护车呀，都是你大哥嘛。哎，不用的。然后完了，你们前面师傅就刚刚那样的一个态度，然后你们说是到前面医院给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个救命的呀！而且你们是云南省急救中心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根本就没有，然后你们上车的时候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关乎过一个说是啊病人的一个情况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干嘛使的呀？啊，我想问一下你们啊，你们各位。你们干嘛使的呀？你们有没有医生这边？然后那个你们，哎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边合不合格？那、你们整个舱里边，然后除了病人，就是你们一个保安，还有一个保安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都没有医护人员，你们叫120干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们120，然后你就是除了一个设备，然后你连人都没有，哎，你们怎么想？哎，你们这叫120吗？你要收我多少钱？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其他地方受伤了，你们根本就没有警察，然后从上车的时候就没有警察，到现在，哎，你们这个是干什么呀？你们抢劫吗？还是干嘛？你们真正的救治病人吗？我想问一下。哎，你好好说啊，就包括你们前面有没有医生，我都还是一回事，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样一个情况。啊，或者你把你们的医生叫出来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就是他们从业资格证有没有？你们这叫120，然后上来了嘛？我哪里受伤，然后都没有警察过一遍，然后就是说啊怎么样的，然后要么收钱，要么就到医院去，对不对？你们是抢劫吗？啊，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抢劫？我想问一下。啊，不是你给他敲出来。那而且你们那个云南省急救中心，还可刷省市医保卡。你们是个人的还是真的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还是政府的？我想问一下。啊？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就是报了120了吗？我这个钱应不应该给你们？我能不能给你们？啊？不用跟你说那些，我不用跟你说这些，我跟你说什么呀？然后完了，你看我整个脸都是伤，然后完了，就是我后边也都是伤。我报了一个120，我不跟你说那些，我跟你说什么呀？啊？我再想问一下你们这边，然后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请把你们的从业资格证给我们看一下，行不行？啊，能不能？不能是吗？意思你们有没有从业资格证？我想问一下。要不你把前面的师傅叫停一下，叫停一下立马，然后那个我们打一下，然后公安部啊，还有卫生部的一个电话，然后那个让你们的师傅看一下。然后您知道为什么报的一个120，是我鼻子然后受伤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都明显能看出来的。然后你们干的什么呀？啊？我想问一下你们干的是什么？你们最终要不要钱？还有你把你们的医生，然后那个你敲玻璃，然后把你们的医生叫下来，我需要就现在让他们拿出他们自己的从业资格证，现在马上，能不能行？你好，师傅。师傅你好，啊，麻烦你们，然后那个掏出你们从业资格证。你要看什么？不用，掏出你们从业资格证。你要不要试验？用不用？然后是我的事，然后我报的120。试验，我问你。掏出你们从业资格证。你要不要试验？我问。掏出你们从业资格证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